在比赛场上面，我只是听到高速的风声和自己的呼吸声。由前线退下来，我要好好装备自己，迎接新的挑战。人生路途总有很多高低起跌，但身边有很多人支持我的。教练为运动员提供了很多支援，除了增进了很多知识之外，还可以跟不同的大学生交流。比赛和训练扩阔了我的视野，读书充实了我的人生，令我更有信心迎接挑战。